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，来了一个，这么小，也有三四斤了吧？这么小，呀，呀，过来，这么小，有就给你不错了。还有，过来，过来。你试试掏一下吧，尊重一下人家，掏一下，拿拳头打，现在才上啊，打死他！我就是个卑鄙，也可以啊，可以。像这个一般买鱼的话，几乎就买这么大了。啊，差不多三斤，可以。恭喜你，没空军，必须的，跟着师傅有肉吃。别过来来哦，我都手干了，你才钓。我不管，反正我过手瘾了，啊。这条不错，抓抓，直接抱，这个杆子估计没用，抱抱抱，抱了换钱买新的更好，抱抱抱，发力，抱了，你见过买新的，有多少的力发多少力，都要收杆子来一条，那你就要拜我，还没起水呢，空军司令差点就空军，哇，对吧？怎么跟他空军呢？这不第二条吗？空军司令。哇，少得很。啊，慢点溜哈！我说完现在帮你抄。你赶紧把那个把支架给我收了。那你控什么鱼？这个也控不了。我怕我这杆子不行，这山寨版的。抱啊抱抱抱！哎，跑了。慢点溜，慢点，慌啥的，这个跑不掉的。巨物嘞，巨物操啊！现在都是大师了，可以参加天下镇江大舞台了。嗯，这条我写，来，再抛一，再埋没了，这还没气温，拎就自己操，这个得耗子老公了，哇塞，哦，可以。嗯，可以，beautiful，你看，嘿，也有个八九斤哈，哟，土豆妹又开心的笑死了，必须找他换个杆子去，这个鱼多好吃，可以吧？都出师了哈。晚上请我吃饭不？可以啊，吃饭小事，可以。吃饭小事啊，嗯。你看，今天又到抽鲢鳙哈，抽到两条，一大一小，大的估计有6到7斤吧，小的2-3斤不到应该。今天师傅还可以哈，每个人都干了几条。嗯，你说的哈，我再有大鱼回来就，这是第3次拿回大鱼回来了哈。嗯。拿一次我送个人呐。啊。你说的，再拿你大鱼回来就给我钱买鱼竿。多少钱？200-300，最少1500-1600，再见。有那么贵？说话算数，是吧？我说的意思一点点。老妈，你这鱼啊，你听不到。你不要是吧？要。鱼都不要。不要。再见。我那个鱼竿假的，不是兄弟们说是真的，是假的，300多块钱买的，啊，贴牌子假的，牵扯你，不是真的啊。太重了，你抽的我，你看都瘦了，你看。你先吃饭吧，吃完饭我想一下，考虑一下。做人要诚实，说话算数，讲信用。给过的你说批评。我问你要钱了吗？你这煽风点火。跟我已经是批评了，跟你过的你。快点。别玩了。干嘛那么烂呢？啊，玩死了。完了，爷爷做给吃。啊，吃鱼头，身子油炸，又给老三摆满月酒。别看了，鱼很大。这个，你要多少？你给我一简单买不得2-3块钱，你不放条江。这个买了的鱼竿，那就是不抽干不抽鱼吃啊，不是说就是说不是说两条鱼值这么多钱，是以后天都有鱼吃。说算数，这么能看着的。又赶紧再滚他！别听妈的，在这骗你，没2000吧？
那也成零花钱的扣哎。扣就扣。啊，以后就没有零花钱了哈。行。以后半年都没零花钱了。那不行，反正那个饵料钱，快点。快点，快点。啊，那你骂手骂手。啊，那点我不管。快点，我不管。你多少给一点嘛。给你给两百块钱不就要了？两百钱买什么？买了一会断。别听妈的，快点。呀。就这点私房钱。快。我再扣一点。快点，明天就买新杆子。吐口水。15个，哥，兄弟们，吃饭。你现在别再追着我要了啊！好，哥，不要了，哥。哦。